来挺我，年年回国。奴先是给修仙是给大仙请了请了，不知大仙想要如何化解。为老仙哪里知道，今天是众弟子大赦金兰，想请为老仙前到花堂听我一次大仙请仙无难最好，一起数家常年华一无从年先带个红绸进楼，无奈带有一线钱呐，红线少。